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1043集的播出，星期一的晚上了，现在是农历七月份啊，农历七月份的第一次的直播呢，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地藏菩萨赞记，我们来播放七首本然净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香云，香与花云及花雨，宝雨宝云无数种，唯祥唯瑞片庄严。伟大的地藏王菩萨，祈请您慈悲降临，祈请根本传承放光，祈求本然净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祥云，祥云花雨及花雨，宝雨宝雨无数种，唯祥唯瑞一片庄严。人问佛是何意，佛言地藏菩萨知，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素知三世如来同赞叹，
地藏传记是不是很感人呢？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按赞转贴分享。目前还没有分享完，请大家耐心等候几分钟，分享完之后我们请请世尊地藏菩萨给大家加持好不好？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奉请大愿地藏王。起手本然清净意，无尽佛增大慈尊，南无方世界有相遇，相遇化一即光遇，高云云暴雨无数中，微香微蕊品作莲，天人万佛是何意，佛言地藏菩萨知，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今祖之圣言，这样一藏真功德，唵本那摩林哆林娑哈，唵本那摩林哆林娑哈，唵本那摩林哆林娑哈。Oh,
有法留下家，对不对？我们在几分钟啊，直播就要开始了。的播放《地藏菩萨赞记》，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奉请伟大的地藏王，奉请伟大的师尊，前来的诸尊，还有金色莲花童子尊，给大家加持吉祥。起手本然即心意，无情佛增大慈尊，南方世界有相遇，相遇化雨即化雨，暴雨暴雨无数中，我们那么灵多灵
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1043集的播出，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大家，我们回复到正常的画面。好，哇，邱淑慧啊，那个梅莲、黄玉珍、张硕、古建龙、Amy Young 啊，马杰尼玛，Amy 用你寄来的汇款单，我明天会去领哈、哦，然后帮你报名三个主企哦，好，谭茉莉，然后阿西纳乌丹丹丢，哦，马杰玛温西啊，好，王国慧 Henry Han 陈玲珍，啊、哦，哇，谁讲太有加持力了？李佩珊，方生弟啊，好，那个谁哦，卷啊，太有加持力。其实今天。我是本来没有力气的，因为昨天父亲节聚餐给人家喝咖啡，结果我整个晚上不能睡，干脆早上做了一个念咒经瑜伽的影片啊，黄金的句子哦，然后呢，是这个讲到七夕情人节的奉请爱染明皇，哇，那个，所以今天那个还好有加持哦，请教上师。跟师尊直播修准提佛母洗金刚算不算？洗金刚算不算一坛修法？也算呐、啊，你只要仪轨都周全，都是算的哈。好，我们看看同门，Miguel 啊，还有翁明珠、Ari、林秀英、Asina Wu、舒淇啊、赖英英、Lowin 呢，你打第一针辉瑞啊，感恩师尊加持啊 ，Lowin 越来越好了，对不对？哈、啊，好。希望你晚上好睡哦，嘿，林秀英、赖英宇哈，那郑雅珍、Lotus May 啊，那个玉宇、Asia Neil 哈，那那个翁明珠，罗威说有法流，郑雅珍、何香腾、乖红凤，乖红凤哈，那立冬带的功课 ，Jane K M 啊，分明带立冬带，优美赖的功课 ，Andy Brown 啊。那个，吴秀吉哦，林慧晶的功课啊，好，那这个廖金禅师姐哦，经常念地藏经的哦，乖嘎布哈，哇 ，Charlie，Charlie，no 你好，七珍的功课，陈乔峰、新拉物 James 啊，好，那这个哇，加持力满满的哦，像农历七月份，我们来奉请地藏菩萨，刚刚有祈请地藏菩萨用超度的手印哦，嘿。那再来就是啊，那个还有谁呢？这个辛纳乌的功课啊，那就是 Lotus May 功课，这个李什么那个一位啊，曾金发、古建楼、徐丢力，上次就说他有加持力了哈，谢谢哦，大家写下来鼓励其他的同门的哈 ，Chanel 啊。那个谁的地带那个外联购何祥腾哇新丢令早上跟着直播修法啊，先生早上开刀顺利平安，感恩师尊，好，所以呢谈到这个加持力哦，各位同门呢，这个之前不是有告诉大家吗，多多介绍人家一起来看这个读书会的直播，然后好像是 Lotus May 啊，福智生吧，他今天发一个讯息告诉我，他带了一个没有皈依的人来看这个我们的直播，
竟然看到啊、哦，我们在祈请师尊加持的时候，这样看到了白色的光明，他都没有皈依，感应到光明，太有佛缘了啊、哦！他说还会再来哦，嘿。哦，那个暂时睡觉好转了哈、哦，那个是谁？我看看，刘碧香、刘韵哈，本来晚上都做噩梦的，然后现在看我们的读书会直播，啊、哦，现在睡觉慢慢好转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上次告诉你要注意健康啊、哦，健康的食谱，211的餐盘要记住哦。嘿，除了这个睡觉好转之外呢，健康也要注意，开始要改变饮食习惯了哦。好，林丽蓉的功课，哎，林丽蓉在看刘春梅，哎，刘春梅是很殊胜的感应哦。吴建龙、吴家宝，哎，哎，兄弟，好。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上个礼拜介绍到那个，哎，情绪发言，对不对？好多同门都，哎，很有兴趣哦。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坏情绪来的时候呢，想要快速解脱。首先要知道他的名字，情绪发炎。我们知道呢，受伤被砍了一刀会发炎，长瘤会发炎，新冠肺炎也是发炎，肺发炎，内脏的发炎，还有一种就是情绪发炎。那所以呢，有人就问啊，如何处理哦这个情绪的动荡不安？如何才能够拥有一份安全感、稳定感啊？如何能够更有？笑的回应这些不安的情绪、哦、有的呢这个社会压力不断的加深了焦虑恐惧愤慨愤怒、哦、各种的情绪嘿所以呢反映着一个这个这样子的情绪呢如果你不认为、哦、自己的情绪正在发炎可能你还不够关心你自己的感觉、哦、这是一个专家写的、哦所以呢这个精神科医师呢讲哦他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的上班工作哇有焦虑症忧郁症嘿像台湾的新闻哦毕业了然后哇那个工作毕业等于失业呵呵焦虑忧郁当然政府有拿出补助哈、哦、因为现在是新冠肺炎的期间了那么呢他看到的是这位精神科专家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吃鸦片药物哦然后呢有时候在那个学校嘿出现在学校他们抱怨啊这个考试啊跟社会的压力啊嘿所以呢这个还有人是经常看电视哦有一些令你焦虑的新闻广播媒体网络讲一些很严重很严重性的新闻也会让自己产生焦虑有的是政治迷这个政客呢散播一些恐惧不安、啊、极端气候的世界无常善变的领导人人权的侵犯自然的灾害以及广泛使用化学危害健康的突发新闻哎、所以呢、你当你看到这个新闻也有的会产生焦虑、哦、所以呢各种各样的焦虑的方式哦，所以那个你要去观察自己的情绪，那回应这个方式观察回应哦，就是师尊讲的，妙观察智，你们怎么去观察，然后怎么去用佛法的知识哦，慢慢去调整，那培养批判性的思考跟情绪的清明度，我们就有能力哦。对这些这个因为某种程度的影响不受到他的摆布哦，嘿，那这个看看有没有治疗的这些的过程，最后能够跟这世界上的动荡，嘿，跟世界上的动荡一起啊，这个共存，对不对哦？哇，黄晨的功课，林玉珍，哦，林慧晶前几天腰疼脚酸。那天念咒经瑜伽感恩药师佛师尊放光法流满满现在好多了哇谢谢又有感应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感应很多欢迎大家贴下来哦如果你有感应的哎就是感应病业的哦都可以写下来威灵高哎林玉珍还有这个哎刘秀杰功课丹西印黄玉珍的功课小杰基张瑞文的功课钟威凤 NROO 上来哦林威展王国慧 NROO 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郭淑娟此时此刻非常需要加持哦对我们每次
读书会直播会加持三次哦。那因为昨天我整晚没睡，那早上忙到早上六点吧，那六点睡到大概七点睡到十点，十点又继续工作，下午呢睡个一两个小时，所以今天睡眠其实是很少，不够的。不过呢，还是加持力有法流，都是要靠我们才加持哦。啊，回民俊啊，张瑞文、林丽荣，嘿，啊，所以呢，哦，郭书记讲情绪起伏跟心念转上下啊，掉很恐怖哈、哦。所以呢，心经讲要远离颠倒梦想，嘿，我们的师尊文集会讲到如何远离颠倒梦想哦，要突破，嘿，喝咖啡啦，昨天喝了一杯咖啡，哈哈哈。林威在微笑嘿啊Gary not stay 啊，好，所以呢这些我们在讲到情绪发言的哦，那就是我们要从我们要从师尊的文集智慧，还有每次呢你来上读书会直播那我们都会奉请师尊佛菩萨来加持大家，就会也让你的情绪产生的那个新的灵感跟乐观的现象。哇，我们去看看哦，那个同门有留言的哦，说那个心仪讲说那个哦，之前有讲到地藏菩萨瑶池金母的那个放光哦，甘风律是讲那个谁那个上礼拜刘春梅从花莲台东回到中坜哇嘿，然后这个之前在台东玩住宿的时候呢，一进到那个外面的饭店被干扰，后来就是播放哦，刚好读书会开始，嘿，上师加持之后房间就好了，嘿。那个张叔叔讲那个加持满满的哦，黄晨说加持法流很满。心仪也是有感应哦，傅师姐也说法流加持，这是林淡也说法流加持，嘿，哦，多多休息，这个喝咖啡啊，怎么休息？喝咖啡增能量，哦，那就是到早上做完这个，早上做完这个念咒经瑜伽，所以我们可以看哦，欢迎大家上来看哦。今天晚上也会贴出来，那个念咒经瑜伽的七系专题，呵呵，哦，会奉请爱染明王，还有这个礼拜六的念咒经瑜伽也会奉请主尊爱染明王，因为这个礼拜六就是农历七月初七系，叫乞巧节，中国的情人节。保重健康，以后那个喝咖啡要小心。好，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什么老僧的心声哦，我们师尊的心声，他讲哦，在文章上讲，我常常想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薪水，你是现在是薪水几 K？ 20 K、30 K、40 K 哦，我们台湾是讲这样，2万、3万、4万台币的哦。是你的价值吗？我常想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赚钱吗？生儿育女吗？是名声吗？是地位？是美色吗？后来想一想，这个都是次等的，钱再多也挽回不了健康，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哦。这个礼拜四我就要打针了啊！希望还有力气来做读书会直播。所以呢，这个人生哦，有时候我劝年轻人哦，那个当老板的，你希望你的员工哦，就是像那个牛还是马，打一步走一步吗？当老板的需要，你心目中好的员工是这样吗？人家打一步才走一步，还是能够自动自发的？那妈妈有没有希望孩子，对不对？这个自己能够找出自己的兴趣，然后有个动力，
能够去那个用功精进，不管是读书或者学一技之长，能够自动自发的奋发向上啊、哦。然后呢，哎，这个公司、孩子还是同门还是弟子，对不对？弟子呢，有没有找到自己这个修法的那种哎，修法的那种哎心灵的灵感来帮助你修法，对不对？每个人呢？找出学生找出自己读书求上进的动力，对不对？哎，公司的员工找出自己上班能够激发自己在创造力的动力，那个都是一个工作性的或者人生性的一个价值。孩子也是一样，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我，哎，难道我要这个师尊师母规定慧君你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吗？师尊师母他从来不会规定哦，对不对？不会规定你要做直播，不会规定你一定要做这个什么法务，没有的，都是弟子自动自发。嘿，所以呢在我听师尊的开示师母的指导之后，慢慢我发现了兴趣啊！我在弘法那么多年，我在做这直播之前，哎，第一集的直播，你看几年前，对不对？大概三四年前之前，我已经长达十年哦，十年还是二十年，我弘法每一年弘法大概200次的演讲，不管是在法会上或者跟同门。在吃饭的时候讲师尊文集已经讲了200次了，一年可以讲200次啊。那后来我想想，我讲完大家都忘记了，讲完就散了，讲的时候大家都鼓掌，哇，师尊的文集好棒。所以呢，我有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不把它留下来一个网络的画面，然后呢大家可以看重播再继续复习师尊的开示。后来呢，在几年前我就开始制作了直播，就是哎，我看这么中还有比我更早做直播的吗？哎，除了师尊啊，我说上师啊，上师的方面还有谁比我更早的吗？当然我也不是讲说我第一，就是自己去找出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那个努力的这个方向啊、哦、所以做直播，做了直播之后呢，哇，哎，我在做直播之前，我2009年我开发了第一个我自己的脸书 Facebook。哎，我2009年我就有自己的 Facebook。我这 Facebook 的用意在做什么？我在贴师尊的文章。那贴文章除了贴师尊的照片，还可以贴什么？对不对？有一次我就贴了师尊的金句，有个同门看到了，他说：“哇，真的，师尊的照片跟金句太棒了。”那他要做一个。哎，365天吧，莲生活佛365天的哎清凉的书签啊，书签哎，后来就是我们365清凉书签的社团哎，那个哎真佛瀚海师兄他做的，做了之后呢，其他同门纷纷响应，哦，你们都不知道有这一段历史哦，哎，所以你看现在很多。那个脸书 Facebook 哦，贴的是在照片，哪有金句，就是从我们那时候慢慢的研发啊、哦。那在最近这一两年，我又开始开发，对不对？每次都转贴别人的或者自己贴，哎，自己做的。我在研究说最漂亮的软体啊、哦，所以呢，我又去下载了几个 App， 哎，那所以以后你们看到的就是我的脸书。正好听过新闻台，哎，有我们自己专属的师尊的金句照片，哎，看，然后呢，除了照片看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影片，对不对？所以黄金的句子就出来了，黄金的句子就出来之后，嘿，同时还有个节目就是念咒经瑜伽，哎，网红哦，不敢说网红啊，就是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衍生的，对不对？那念咒经瑜伽就说，哎，那有的同门除了看书，那上师带大家修个法，就是念个咒，对不对？感觉怎么样哦？所以呢，又有念咒经瑜伽一步一步的开发。念咒经瑜伽开发来出来之后呢，哇，那
有人呢就是想知道这个念咒经瑜伽这一集哈、哦，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对不对？我们就做了一个短片，加上黄金的句子，就是最近这个啊前两集的黄金的句子，开始我们的照片啊，我的演说哈、哦，短短的几分钟介绍，嘿，这个主尊上礼拜介绍药师佛，这礼拜介绍了爱染明王，有三个很殊胜的感应，你们可以去看黄金的句子哦。我今天早上贴上来了，我熬夜贴上来的，哦，所以你看哦，哎，各位同们，这个、哦、东西不是人家叫你做，有时候人家叫你做，你会觉得很辛苦，对不对？那你在做的当中，你就体会到价值观在哪里。原来我还可以做这些东西。新冠肺炎期间不能够弘法，反而我比没有新冠肺炎的时候更忙。我从早忙到晚，我告诉你还有什么呢？我还忙什么呢？哎，所以你说上司注意健康，我告诉你我很忙，我需要人家能够帮忙，可是我这个事情又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帮我，对不对？好了，那个哎，台湾五月份不是旱灾吗？对不对？又有新冠肺炎，那时候刚开始爆发，刚好我们有同盟哦做主起，对不对？王师兄还有师姐做主起来回向台湾的新冠肺炎跟台湾的诶水诶水啊水库能够充满，嘿。然后呢，我们的正摩天空新闻台的版主讲，那人家报主起，慧君上师，你要不要开放让正摩天空新闻台读书会的同门也来做主起，开放大家做？我想到是很好，可是我又变得更忙了。而且呢，这个事情也不能说别人做，大家都是认识我的，嘿，大家都愿意把善款集中到我这边，集中到我一个账户，然后呢，集资完$500等值的台币，大概14000，然后14000左右，我再亲自刷卡，直接刷到美国彩虹雷藏寺报名。然后呢，这个像这今天的地藏菩萨的已经贴出来了，这礼拜的地藏菩萨护摩主起大概还差7000元台币哦，7000元台币满了我就不报了，嘿嘿，就换下一台遥知心魔啊，对不对？哎，因为呢我自己也报了，这次也报了，然后9月5号的那个秋季大法会的主起我也准备要报主起，单一的主起就是这样。然后哇，全世界同门都涌进来，哇，每天就是分享网络，然后帮你们处理主起的，然后有要做照片的，要做影片的，要做车这个，对不对？都忙不完，等于比以前更忙。可是这个忙的怎么样？忙得很开心哦。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做法务的时候发现了价值。原来新冠肺炎期间不能弘法，价值更多。我可以做这些，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对不对？那你们，我也不用规定你们，你们自己也可以去找你们的价值，对不对？啊，像我们啊，新闻台有很多的义工吧，30几位哦，在我们的里面，有的在帮我分享，有的在帮我统计哦，你们回答的问题，有的同门在帮我统计哦，对不对？这个是他们发现的价值，哎，哦，这个都是很棒的啊，哈、哦，好，那所以呢，这些呢，都不是永恒的，我要永恒的价值哦，嘿。那所以你说这些钱再多换不回健康、生儿育女、名声、地位哦，这些，哦，我要的是永恒的价值。我刚刚讲的是你做法务的价值，可是做法务价值，慧君啊，你能够活多久，对不对？现在呢，女生台湾女生平均年龄大概70-80岁，所以呢，我大概还有20-30年。嘿嘿嘿嘿，如果活得久一点，活得短一点的话也很快，20-30年以内，对不对？所以呢，我现在做这个法务呢就是这样，在这个人世间我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哦，来体现这个价值。尤其是同门也会供养上师哦，也是很感恩哦，你们的供养、你们的赞助，
或者呢不管有没有供养啊，我读书会直播，你们来留言，你们来参加，就是一种供养了，供养对不对？上师或者供养佛菩萨，对不对？这种法的供养，或者你们度人来参加读书会直播，那个也是一种供养。哎，所以大家的供养越多哦，不管是这个有的还是没有的哦，是形式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这个呢都是我要感恩大家。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大家啊、哦，没有师尊，没有佛菩萨，也没有办法促成这个读书会的直播，你说对吗？好，所以呢讲到人生的价值，我这样讲你们就明白了，你有没有找出自己的价值哦？好，所以呢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价值还不错的话，希望读书会直播每一个同门带一两位没有皈依的同事同事啊，朋友啊，孩子啊，来定期看我们的读书会直播，尤其在加持，你就讲说这个直播我们的上司有加持大家新冠肺炎健康啊、那农历七月啊、明阳两度有加持，对不对？免费的哇、欸、他们听到加持免费的，他们应该会很高兴来哦。而且呢你把那个大家哈、哦，你可以翻开那个留言给他们看或截图，哇，我们参加读书会的同门，哇，这个留言法流，那个留言这个病好了，或者哇，这个留言啊，他睡觉比较那个可以睡了，对不对？啊，这个留言参加念咒经瑜伽，他那个腰疼痛病好了啊，好很多，对不对？嘿，你们都截图给他们看，嘿，说真的是有，嘿，我们是真的很用心。这个呢你们度越多，哎，度越多就是展现价值，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精进，然后读师尊的文集，那他们一旦有感应了哦，接下来就度他们皈依师尊，对不对？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帮助大家来推广，然后度那个度师，度他们皈依师尊。好，那这些呢师尊走了修行的路哦。今天的青铜脑题目要问大家哦，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嘿，刚刚讲到价值，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刚刚讲到做法务，上次回应上次跟大家介绍我做这些法务，并不是我要跟大家炫耀我会做什么，很多东西就是从无中生有的，对不对？嘿，那佛菩萨一直给我灵感啊、一直要做这个做这个，一直给他推动，嘿。但是毕竟它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们猜？答案是解脱，解脱烦恼，解脱我执，对不对？解脱执着，解脱贪嗔痴，这个解脱呢，解脱到后来将来往生的时候真正的解脱，哇，脱壳到西方极乐世界玛哈双眼池净土，对不对？你在做法务的当中，你就在明白怎么样解脱了。哎，读师尊文集还有法流的加持，佛菩萨都会加持你们解脱的意义了。所以人生的意义还是解脱这两个字，离苦得乐。你看看，如果没有参加读书会直播，这个时候你们会在干嘛？看电视、逛街、看电影、聊天、滑手机，一小时很快就过了，对不对？哎，有一个时间可以让你去想起师尊，对不对？那你一天一次，一天一次哦，其实还可以看重播，对不对？哇，你每天都在学习解脱、哦、那这个解脱呢，就是哎，这个两个意字哦的意义无上，离苦得乐，从此岸到彼岸，脱离六道轮回，永不退转，自在任运永恒哦。所以呢，今天我在读书会直播，我在上这个直播台之前，我在想说啊，今天好累，因为呢不够睡，哎呀，我昨天熬夜，因为是喝咖啡失眠，我不够睡。但是呢我动一个念头，我说啊，我可以祈请师尊佛菩萨加持，然后呢我在唱地藏菩萨的圣号，我一边分享一边在那个唱他的赞记，我觉得哦，那个法流下降令我很感动，而且感动那种是泪流满面的感动，我心里在泪流满面，但是我不一定要表现在我的脸部，嘿，我觉得说那个主尊在爱众生的那种泪流满面的那种菩提心很伟大，
我说我好累，但是我把我的身心交给地藏菩萨，你帮我，你带我，哎，带我来加持大家，嘿，结果法流就下降了，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呢，这样也可以学习无我，对不对？啊，希望礼拜四哦，我打了莫德纳疫苗，有这样子的力量，嘿。那刚开始今天的加持力哈，其实地藏菩萨，蹦一开始他先加持我，哎，加持我把身体的那些杂的气把它打出去，然后呢，再几次就是把真正的法流哦放光啊，然后再回给大家的哦，那种法流的顺序就是这个样子，哎，那就是你去学习吧，哈。好，所以原来世界上的人都活在无明之中，对人间都看不透哦。人的生命有限，拼了一辈子哦，一样逃不出生老病死。就算是一生很幸福，七财之路，对不对？最终的也保不住。大家要看到礼拜六时真的开示啊，我们正佛中有一位伟大的菩萨朱时宜教授，哇，他主导带领千艘法船的众生往生西方。你看朱教授在人间，台湾大学，台湾最高学府，台大的化工的还是物理的，还是清华大学的，对不对？学士、硕士、博士，甚至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哦，地位崇高，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还有得过很多奖。那他跟对师尊，跟对师父，哇，他是这次是光荣退休，对不对？我们呢，哎，恭贺他成为菩萨，恭贺他引领千艘法船到马哈双莲池啊，他的功德巍巍，嘿。好，就是这样子才是这种人生的价值意义，你说对不对？所以呢，你说哇，那我是小小的同门怎么样啊？小小的同门呢，其实法务没有分大小，只分你的发心。你要多度众生皈依，对不对？度众生皈依，度人家看师尊的书也可以啊，然后度人家来看师尊直播，或者看我们的直播啊，看同修的直播，看念咒经瑜伽直播，还是看那个这个黄金的句子直播都是可以的。哎，你就每天都是固定地做这些事情，你就会找到价值了。你要先有个菩提心发愿，不是只有你修法而已，而是发愿先去做，然后做了遇到困难了，嘿，就像我今天这样子，我很累，但是我祈请地藏菩萨、好坛城佛菩萨给我加持，我把身心交给他，哎，然后他法流下降，我就成办了，就是这样哦。好，所以最终的人生也是什么都保不住了，豪宅、人在、人呢、名车、七珍八宝，嘿，哦，你这些财产都在，可是人呢？想一想，全世界上的国家元首有多少分，你认识几位？想一想，地位最高的保得住吗？世界上第一富豪能做多久？会生生世世吗？太虚幻了，太假了，更何况这世界有太多的无常，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那师人讲他这世没有白活，我知道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修行解脱成佛啊，其实做这些法务也是在修行的里面哦，啊，培养你的资粮啊，人生在世的资粮，还有将来往生的资粮，这个都是在修行的资粮。然后在修行的资粮里面，你因为呢，啊，用空性的心去做啊法务，空性的心努力去做，不去执着成果，你就会啊达到空性，达到解脱，最后就近成佛。师尊最后讲，最重要的，你不在轮回人生生死大海之中，你不生不灭。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是解脱的大成就，哎，然后你发愿再来度化顽劣的有情众生，哇！所以呢，从这个每次在直播的时候，祈请师尊佛菩萨加持。
那我也觉得越来越觉得众生需要这份加持跟力量了。嘿，好，其他的我们就不用想，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了。好，请大家先不要留言，我看你们的哦。Karen Lin、黄晨啊，这个张素珠，哎，雍俊冠啊，好，这个现在就不用留言了。林伟展的哦 ，Karen and Lotus Guy， 哎哎哎，李边哥，嘿。哦 ，Lowin 嘿，比最初经过精进已经好转，但是业障嘿好转嘿，好继续哦。你那个诶，祈请莲生活佛加持文还是要继续念哈。Cherry NG 你好，诶 ，Janice John 啊，丹丹第二功课就 Andrew 诶 ，John Foggy 袁小梅啊，京剧诶，袁小梅诶，这个谁讲啊？京剧好赞，对不对？黄金的句子。好、哦，林伟展，哎，讲上次是网红，哎，好，那个，哎 ，Estina Wu， 嘿，那个上次是有福气的人，打疫苗不用怕，哈哈哈哈啊，那你7月29号打 AZ， 嘿，我是希望打完疫苗还能够直播，嘿，哦，你应该是写说上次，哎，不用写，算了，不用写。好，再来就是这黄泉的功课，哎，那个哦 ，N R O O 的功课 ，N R 有没有好一点 ？N R O O 黄飞玲哦，哎，Lowin 说上师的读书会有真实的佛菩萨的加持，法流厉害啊，这是实真佛菩萨的加持啊，啊，上师有福气，嘿。啊，谢谢你们对我有信心，我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好，张素珠，哎，张素珠写什么？这个今天本来备受晕眩，天旋地转，头昏脑胀，刚刚地藏菩萨大加持，眼前法流下降一闪哦，哇，那又有感应下来了，对不对？啊，眼前的法流一转，恢复精神，不再头昏眼花。你那个头昏眼花的原因是什么？哎，你有没有了解一下哈？当然，那个法流加持，你看都现在每天都有感应哦。叶怡君哈，好，哎，俊雄 Henry 哦，好，那 Baby 蛋水莲认同，然后我们可以乖乖待在家里多持咒，嘿，一切美好的安排哦。好，每一个黄金的句子跟漂亮唐卡很棒哈。所以呢，你要体会人生的价值呢，现在就是建议大家。多多度人来参加读书会，因为有加持哦，有师尊，有佛菩萨加持。那我在这边呢，他得到了加持，有感应了，接下来度他皈依。那度他皈依之后，他对师尊了解了，然后可以度他去上你的直播，师尊的直播平台。好，你自己去看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然后度他去读师尊的文集哦。哇，你是耳水不平衡，哇，耳水不平衡是要看医生的哦。不过刚刚加持已经好很多。真的是太棒了哦！我们师尊也是曾经耳水不平衡，哎、哇，好，那这个还有谁啊、哦？月云师姐你好，哎，那个讲说那个谁推拿说你的脚趾头每个礼拜也有好转，哇，很棒哦！你看一直有感应了，干风力有空多来上课，嘿、哎，好，哎，林桂芬，哎，妞妮娜妮班 Nancy 哦。啊，那还有这个陈其义，对不对？徐月英，嘿，那祈求师尊佛菩萨加持你的舌头、嘴巴残障病会慢慢好转。哦、啊，你的舌头、嘴巴是发生什么问题？嘿哇，是会不会跟中风有关？哎，你要了解是不是跟中风有关？如果跟中风有关的话，就是身体的卡油卡太多。所以之前呢，我告诉你说，吃一定要吃清淡的。你的饮食习惯没有改好的话，这个卡油的会很严重，嘿。所以整个了解这个病一定会有原因的，哈、哦。好，去了解一下。如果是卡油的话，你一定要吃很清淡的。像我每天都喝什么？这是我个人的习惯了、啊，喝那个金线莲。金线莲呢是比较寒凉的，嘿。那我因为有吃花生比较燥，刚好一燥一寒一凉，刚好也可以哦。哇，蓉蓉也来参加读书会哦，刚刚好多同门有贴他们有感应的哦。嗯，
好像在喝奶瓶。好，那所以这个哇，陈其义哦，刚好都同们有讲到他们的感应的哦，林桂芬、Nancy、那你哪里办哦？这个我看看好多人呵呵Kelly Brana 打了第二剂，两天后就做手术，全身麻醉，进手术室之前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在病床上修法哦。好，曾经线的问题，医生说是西药的副作用。这个病因你要了解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神经线的问题？神经线的问题有的时候是那个一些慢性疾病造成的，那为什么会有神经线的？这个了解哈。江峰，傅思锦啊，近期都要打疫苗，所以打完疫苗来看我们的直播，祈求加持健康哦。好，看重播也可以哈、哦。好 ，Kelly Brown 啊 ，Fiona 这个乙辛、Sogidan 你看大家都很需要健康哦。所以那个上礼拜的药师佛念咒经瑜伽突破人数突破很多，啊，那加持健康。上次打疫苗后多休息，我法务做不完了、啊、我如果休息的话我法务做不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Cherry 不过累的话还是会休息啊、哦、Finance Jane 耳、哦、水不平衡、哦、是谁耳水不平衡？张素珠、哦、头晕耳水不平衡，可是刚刚地藏菩萨加持对不对？刚刚我们在祈请地藏菩萨他加持你、哦、好，很棒、哦、好松手慢、哦、好回那你要把家里的人的资料贴上来，最好家里的人也来看，来看读书会直播。那尤其是在加持的，至少我在加持的那一段，我把手机对着你的家人，对不对？说不定那个佛缘到了、哦、有感应，对不对？人生要过得有意义，不要迷糊一生。嘿，好，这个好念不完了。要不要祈请师尊再给大家加持呢？哇，我们来唱啊，请佛住世，我们来念啊，念请佛住世祈愿文，嘿，具德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丁力，世间三毒炽盛烈慢。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悯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四悉地，佛子即请住世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具德妙善圣尊秘密住，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丁力，世间三毒炽盛烈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悯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四悉地，佛子祈请住世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具德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烈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四悉地，佛子祈请住世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众弟子一心祈请根本成上师，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佛体安康，一切度众的事业吉祥圆满。好，那下一篇呢，再跟大家介绍什么？哇，这个老僧的心声第五，嘿。哇哦，
我们家家户户都有莲花童子，你每一家每一户的莲花童子今生一样或者大致上一样，可是呢他的灵性一样吗？就像师尊讲，每个寺庙都有释迦牟尼佛，对不对？今生形象大致一样，可是每一尊作风不同。就是在这一篇啊，老僧的心声第五，师尊透露我们哦。好，我们来看，由于我通灵，因此我进入了灵界这个巨大的网中，我体会到千奇百怪，不可思议。例如哦，他这个师尊隔壁家的邻居供奉白衣观音，非常的啊，白瓷观音非常的灵感，师尊非常的向往。他呢也找了一尊一模一样的白瓷的观音开光，可是呢隔壁家的白瓷观音跟师尊开光家的师尊家开光的白瓷观音，两尊的灵性竟然不同。哇，那在台中呢慈善寺释迦牟尼佛，慈明寺也供奉释迦牟尼佛，慈音寺也供奉释迦牟尼佛，同名同号，竟然行事作风都不同。哇，那么呢哇，师尊讲哦，全世界的我们哦，当时自己做啊，60座的真佛宗的雷藏寺哦，是指雷藏寺哦，都有供奉释迦牟尼佛，也是不一样。嘿，所以灵界的只有师尊知道。嘿，哇，谁那么好，祈求师尊保佑哦，慧心上师法务顺利，找到好帮手，不用那么累。我希望找到好帮手就是你们网络的，你们每一个哈、哦，帮我带至少一个人来参加读书会，那个没有皈依的哦，是同事朋友孩子爸爸妈妈也好来参加，哎，每天都带一个就是好帮手了。然后有感应法流的，对不对？哎 ，Lotus 妹，对不对？你带的那个朋友，哎，哦，就是有看我们的念咒经瑜伽，感应到法流，对不对？叫他继续来看读书会直播，这个就是大家的好帮手哦。你们希望能够，哎，这个爸爸妈妈告诉小孩，小孩告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告诉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告诉哥哥姐姐，这个就是好帮手了。哎哦，好，那哪里不一样呢？哈、哦，这是同一个寺庙，那供奉的佛菩萨，对不对？供奉的佛都一样，可是呢，今生一样，但是他的灵性怎么不一样呢？师尊讲他的行事作风不一样哦，相貌不一样，声音不一样。灵力也不一样，你的朋友来了、啊、请你的朋友上来跟我们打招呼哦，我想认识他，他叫什么名字，请他留言在这里留言跟我说嗨好不好、啊、你留言说、哎、他叫翁松曼、哦、翁松曼、哎、你们是来自哪里，翁松曼是来自马来西亚是谁，我们大家鼓掌哦、哎，欢迎我们新的新的伙伴翁松曼啊，我每次读书会直播啊，对大家给他按赞啊，有啊呵呵啊，翁松曼可以留言可以留言跟大家讲嗨大家好，哇你看富士锦哈、哦、嘿，就是这样子，就像 Lotus 妹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帮手了，不但是上师的帮手，也是师尊的帮手，地藏菩萨的帮手，佛菩萨的帮手，你们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棒啊，开心，有新同学，对不对？你看 Low Win 也是最近加进来的，还有 Charlene Low 哦，对不对？愿莹师姐哇，她以前有，然后最近又常常来，又带着女儿，你看愿莹师姐是带着女儿蓉蓉上来，哎，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就是呢莲花童子的好帮手哦，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做，那除了来做之外，也麻烦帮我们的脸书按赞转贴分享让我们呢齁、哦、那按赞呢，你比如说你有100个会员，你100个会员都会看到你的按赞啊、哦、然后就会跟100个会员联络，对不对？会
到100个会员的脸书那边增加他们的佛缘哦。你看好多同门哦，翁松赞，哎，翁松赞，你不要害羞，你可以留言，在这里留言。好，我们再继续讲哦。当然也有相同的，他们都是释迦牟尼佛。那在这篇文章，师尊在讲的意思是同样一尊佛菩萨的精神，可是呢，在各种不同的寺庙，却是形式不同，作风不同，灵力不同啊，那个声音也不同。师尊讲，他终于了解哦，《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分身即慧品，终于了解法身佛，什么叫法身佛，什么叫报身佛。翁松曼哦，我记得你了哦，翁松曼啊，感恩 Lotus 妹同分享哦，好，谢谢你哦，翁松曼，你每次来都要跟我们大家问候，说大家好，我来了，我们就很开心哦，多了一位伙伴，嘿，好，那么呢，所以我们再继续讲回来哦，哇，舒淇又写什么？上读书会，嘿嘿，上读书会哦，分享啊。开始十人文集啊，很难得的大缘分。好，那师尊讲哦，地藏菩萨的分身即慧品哦，第二，尔时释迦牟尼佛哈、哦、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因为师尊的手，释迦牟尼佛的手。摸着很多分身的地藏菩萨，你看每尊分身也是不一样。师尊终于了解什么叫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哇，明白了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更明白了啊，毗卢遮那佛是大日如来、佛眼佛母、莲花童子、莲身活佛。那么师尊讲，那叉叉呢，去人家的那个道场，是不是？叉叉的法师去人家的坛城开光，哈哈，哇，开了光之后呢，那个叉叉叉就进到人家的佛像，嘿嘿，结果那个正神跑掉，那个叉叉就进来了，叉叉叉就进来了，还好就是请师尊再重新开光，哦，所以呢，这个叉叉法师给人家开光，变叉叉开光，哈哈，所以呢，师尊要讲什么，在帮人家开光跟。在帮人家加持，后面进来的灵，嘿，是怎么样？哇，你妈妈纽西兰也被害哈、哦，对，所以你帮人家开光，或者呢，我们再帮人家加持，那你知道下来的灵性是怎么样呢？就算讲神通讲太大，同门最后都是有灵觉的，对不对？好，所以讲灵界真的不可思议。套一句我们的话来讲。人心各不同，各如其面啊！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你的心如何，招勾来的佛菩萨就是你的心。所以呢，我学习，我们学习师尊的菩提心、地藏菩萨菩提心、所有佛菩萨的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我们祈请他们加持，也是因为菩提心。我不敢想，这个是我加持的力量。嘿，这个是私我、小我，是自私的。嘿，都根本就忘了根本。我会想，这个是众生同样发心一起来祈请的菩提心。所以每次下降的法流很强。其实呢，是大家的菩提心同时共同发心，爆发出这样子的力量，对不对？你们的心是什么？招请来的佛菩萨是什么？不要去想个人的厉害，而是归功德给佛菩萨、给大众、给师尊就对了。好，这个就是一种心哦。哦，他可能还没有清净，不敢去。好。那所以开光的人有差别，灵界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难思议、哦、哇，你看这个，你的心怎么样，招过来的佛菩萨就是你的心，这样子明白吗？哈，好，欢迎要常来参加，我们今天有这个新的同门哦，还有那个哦，佛堂，这个，那你先来这里，你觉得 OK 你就先来这里哦，可以帮他拿这些老同门要带领新的同门，欢迎常来上读书会，对，没错，这个就是你们价值，开始要
邀请所有读书会直播的同门哦，那个担任义工，好、哦，然后这个礼拜六的念咒经瑜伽，嘿，因为正好碰到七巧节，就是七夕中国的情人节，所以我们奉请爱染明王。爱染明王呢，我今天这个在影片上介绍了三个很殊胜的感应哦，想知道感应是什么，他们是怎么修的，怎么帮他们的，可以看啊。黄金的句子最新的影片好像在第几集啊，我偷看一下是第几集，我有贴在我另外一个脸书，你们去看看哦，这个爱染明王，对哦，在我另外一个脸书叫做 Lotus and King 这个脸书哦，嘿，好、哦，然后呢，这个脸书在在这个第几集啊？第17集了哦，第17集，嘿，今天已经贴上来了，是我熬夜做的，大家一定要支持哦，在 YouTube 黄金的句子，后面有爱染明王的心咒，非常的好听好看啊、哦，好，来看看梦这个谁哦，甘风丽哦，蒋梦很好，欢迎，对不对？你看我同门很热情。哎，秀妞，你已经升级老师姐，喽Win 啊，好，那再来林慧晶啊，你妈妈也是被害哦，蔡素英哦，那这个谁Libango， 那个新加入的都可以留言说我是新同门，让我们认识你哦，感恩上次看到你的名字讯息进来，真的有修加持，对。好哈、哦，好，你越来越棒了哦。舒淇能上读书会听上师分享，开始师尊文集，真的是很大的福分哦。翁松妹啊，蔡素英，好，谢谢。想不想祈请阿弥陀佛给大家加持啊？又到了我们的加持时间，哇啊！每天都上来报道，都是老同学，对，不是同学，好，所以呢，明天呢，每个同门带一个，每个同门带一个，找不到就带你家里的人，对不对？多带几次，多带几次，这个就是请大家，对不对？这个是很棒啊，很开心啊。那你看嘛 ，Lotus 妹，你度了那个，对不对？你带了你的那个朋友上来，有加持，对不对？你是不是也很开心啊？好，我们现在要来奉请阿弥陀佛。哇，奉行阿弥陀佛不是只有唱名号而已，不是只有唱歌，我要跟阿弥陀佛讲，这个是将来你往生到西方净土，你的家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老爸，阿弥陀佛，观音大士指菩萨，他们将来会跟你成为一家人，那你就会很开心，要跟阿弥陀佛发愿回向，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玛哈双莲池场的光土哦。你的母亲得了新冠肺炎，现在医院哦，祈求加持，要把母亲的资料也贴上来，如果能够拿手机对着给母亲看哦，每次加持的画面给母亲看更好，生病的人也可以给他看，要马上加持哈、哦。好，我们来奉请阿弥陀佛，
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弟子是莲花慧君，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把今天读书会直播，还有大家度的众生留言布置所有的一切功德，归师尊，归阿弥陀佛，归功德归地藏菩萨，功德归所有的佛菩萨。愿你们都常住世间，常常下降转法轮，也希望佛光加持，名扬两度，阿弥陀佛。我们先礼敬他们，礼敬十方佛，唵白光，礼敬十方菩萨，阿弥陀佛。礼敬护法金刚，阿弥陀佛。谢谢。感觉是正在摩顶啊，对啊 ，Very nice day 啊，所以呢，这个加持力是永远不停的，对不对？你看世尊讲到处都有他的加持。今天介绍到老僧的心声两篇，讲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解脱的大成就，对不对？后面那篇讲到呢，佛菩萨今生都一样，但是在各地的道场的佛菩萨下降的灵性不同，声音不同威力也不一样，行事作风也不一样。但是师尊最后结论是什么样的心招请什么样的佛菩萨，或者招请什么样的灵，对不对？我们呢读书会直播都是共同一心，招请师尊，招请佛菩萨，招请护法，我们是用佛菩萨的菩提心来招请的，所以非常的吉祥圆满。你看感应一天比一天多，欢迎大家把我们的感应大家留的感应可以截图了之后呢发给群组，或者发给同门，发给你想要度的众生结印后法流厉害，全身法流截图那个大家留言的截图也是一样你们要加持母亲的你不要不要只写母亲，要把人家的名八字地址也要写出来，最好是八字地址都要写出来，这个才是那种加持比较完整的资料。好，明天还有，或者看重播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刚刚直播的画面那个给母亲看也可以，每次都可以贴他的资料加持谁名字，然后他的农历或者阳历出生年月日，他的地址，如果是在医院，就是在医院的哪一个病房，几号的病房，写得越清楚越好，那个佛光就直接加持，最好能够收手机对着个病人，在加持的时候手机对着病人也是可以的。那个刘春梅是手机对着房子，结果房子也结界了。那留言讲的那这个都是师尊佛菩萨的菩提心。虽然新冠肺炎期间大家不能够去西雅图，可是师尊佛菩萨的灵力都还在，这个是他们的菩提心。我们感恩。美食的救命 I stay the happy bring bring 明天晚上9:30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欢迎大家不但自己参加还带人参加，还有呢这个帮忙分享按赞转贴，有对着病房，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好，祝大家好睡好眠，么么哒，阿弥陀佛。我们的直播在看重播都有加持力，也可以继续看重播